哈喽，大家好，我大姨说她明天就要开始减肥了，我今天说啥都得带她来吃一顿火锅来。先过来调一下我的秘制酱料，菜品全都上齐了，现在就在等锅开就好了。上回我看有个评论说，我吃火锅就点这种4公克锅底，就是为了省钱。确实啊，你说我干嘛？我为什么要花整个锅的钱来吃？这样的话能吃更多味道。先来涮一个毛肚，配上我的秘制酱，来一口。毛肚真的太香了。把我的五谷鸭掌给下里头，再下一些我喜欢的笋，来一口小贡菜，根本就是感觉贼棒。我的心头爱咸蛋黄油条，往辣锅里下一点藕片，有没有感觉这藕片看着特别有食欲？嗯，圆圆的虾花，胖胖嘟嘟，泡进我肚子。是你的荣幸，哇，都吃完了，真的好爽。大姨想付钱，压住他手机不让他付，最后带去店里头拿了点小葡萄顺走回家吃。哎呀，吃的好撑啊，现在快点，拜拜。